佢呢个边度啊？嗰啲个桥啊？喂、欸，等先，等你好耐，你一千个啊！你咧同已经999连胜过我比试嘅。喂，你999连胜系点样攞翻嚟噶？毒个虫！又翻到嚟八二随机版啦，今次翻到嚟就先讲一样嘢先。咁之前有几条片咧，就应该系声画唔同步咗嘅，系啦。咁我就略略讲翻，因为嗰啲片咧声画唔同步都几严重下，所以逼不得已咪放废，即系一个嘅废除啦。并且咧呢一个咧已经 save 咗，我再重玩啦。咁我上略略讲下我做咗啲咩咧？上次系啦，咁就系去咗呢个吹技士度打呢个飞人，呢个飞行系道馆咧，原本系咁，其实呢个降系嚟嘅，系啦。咁呢度就係我之前打鬼斯通嗰度啦，升鬼斯通嗰个地方嚟嘅。然之后呢一、这个就係螺旋塔啦。咁入到嚟螺旋塔呢、这个天空之塔呢其实冇咩特别，只不过係俾你升呢个地方嚟嘅啫。咁我都升咗呢㗎啦。好。都大家睇下我啲精灵啦，而家我啲精灵其实都开始强力啦，不过呢虽然都係废废地啦。又打。呢、这个好似都有得打喎，冇记冇错嘅话。呢只螺呢、这个嘅齿轮已经47啦。买咗啲超人力技啦。同埋我删咗呢一个嘅技能嘅一个动画嘅，好，带大家睇下 PC 先，好，好啦，好，你见到捉咗好多精灵嘅，譬如由呢度开始啊，呢度开始睇啦，系啦，呢个甲虫盔甲啦，同埋呢个混乱嘅回避率会提高，就系嗰个嘅嗰只叫做迷，好似成日头晕嗰只怪咯，唔记得叫咩名，咁呢个迟钝啦，唔会进入着迷呢个着迷啦。水箭龟就系冰冻身躯啦，而硬牌就系大力士嘅，呢个有用啊！大力士，因为咧可以乘二嘅大力士，呢只龟呢只咁嘅蟹咧非常之高攻，咁我迟啲可能会拎出嚟用嘅。咁呢个储电就冇咩特别啦，系咯，冇咩特别。怪力剪刀就冇用啦，连续攻击其实有用嘅，但系唔知佢有冇技啊？而且咩你弱咧，仲有两个状态，所以冇可能系连续攻击嘅特性嚟嘅。玛莎拉就火焰体，雪粒怪。呢个系咩革新啦，系啦，跟住冇咩特别啦，系啦，冇咩特别啦，跟住再睇翻我正，我而家嗰啲先，我而家嗰啲就有呢个齿轮啦，带咗只呢个迷人身躯嘅，佐罗亚克就系白色烟雾不会被降低嘅，而芝麻绿沙就系不屈之心，呢一个系追击手啦、追踪啦，同埋包子嘅龙龙岩，我谂呢一只应该都唔会俾佢进化，因为包子咧非常之强力噶呢一个包子，好咁，然之后咧我哋就继续啦。好，而且我哋就要搭飛機过去啦。吹技士嗰度已经搞掂啦，咁我哋搭飛機走啦，去第二个地方。嚟到嘅就要嚟到呢个山吹，系嘛？山吹镇啊，呢个山路镇啊，吓嚟到山路镇咧，呢一度就要去呢一个洞穴，系啦。猫头鹰岩斌，其实我都要进化咧，齿轮就系进化啦，48进冇记错。好，入到呢个洞穴咧，就会见到好多怪迷人身躯。诶、哎，呢只系追踪，即系 copy 特性，可以捉喎呢只能量球先，能量球，哎呀咁都死咗，有冇办法撞多只俾我啊？撞多只俾我先啦、啊，啊、哎、海龟都有，海龟咩特性啊？加速特性，加速特性唔算太劲啊，因为佢原本就系慢，得啦，追踪呢只能量球，诶、哎、打得少，唔错，得啦。然之后咧，呢、这个就捉佢。哎呀，咁都争啲，捉，再捉。下一个地方可以话系咧升咧好地方，因为一到去咧，诶分开咗嘅。呢度应该有阿边个有八路一齐同你嘅，唔知系咪因为我玩完咧，即系去到某个劇情度咧，佢而家唔跟我行，冇得回血。不过唔紧要啊，我哋继续行喺度。呢啲其实有啲我都捉咗，可以捉嘅都捉晒，同埋睇亦都睇嗰啲特性啊。如果啲特性冇咩咁特别，我都唔会捉。哇，冇乜血咯只嘢，食个药先。美味之水50血够啦，我谂住俾佢进一进化嘅呢度。跟住呢度可呢条友可以回血，系我记得呢条可以回血。好，啊呢个可以回血，咁得啦，上去。好似喺呢度。能量球，好烈焰爆破，唔使啦，我只喷火焰够进化系嘛？我未进啊，48，几多你先进啊佢？定我记错？48系烈亚绿沙进化，但系烈亚绿沙好难练。烈亚绿沙嘅话咧，我就帮佢配咗啲技能上去，佢亦都有啲技能可以学嘅，而家都算好啲。
自由落体啦、冰针啦、骨头回力镖同埋龙级嘅，基本上头嗰三个都 OK， 系呢个龙级特殊攻击就麻麻地啦。不过唔紧要嘅，都可以照用嘅呢只冰针。系啊，冰针犀利啊！诶，你喺度嘅？喂，你唔好喐啊！冇喎，佢都系唔一齐咁啊，咁是但啦，预知危险。好，呢度升咧快唔快？其实都唔系话好快嘅。骨头 ，OK 啊，唔错。呢使唔使打？呢个唔使打。呢个应该就系道馆嗰啲啊。有道馆，有个道馆咧，唔知呢个黑超嘅一个乜水啊？平平无奇香油卖我1000蚊，唔使卖咁贵啊。边度有道馆呢？呢度谂下先。14号公路，定系冇噶呢度？定系冇呢个道馆呢个？唔太记得。四天王嘅别墅呢个咧？我呢个列车嚟嘅，海底隧道好似呢个加文大道。嗯，好特别呢度，系咪呢个啊？诶、欸、，M K 仔、啊，突然之间你有劲敌之，哇！大针锋炸咗咁多嘅，用啲大针锋低空艇，哇！蘑菇包子，黐线啊！哇！佢大针锋有蘑菇包子咁屈机，大针锋原本就系劲快，哇！俾你用嗰只咁劲嘅重添，咁我用龙龙岩啊，龙之路。哇，好好屈机真系佢个，诶，佢、欸、都麻痹咗，唔错。岩不好杀到大针锋啦，阿帕蛇照用呢隻啦，冇气球，冇气球，超音符毒系成队啊，应该劲敌咧佢系改造咧所有属性都系一样，所以你佢系毒系嚟嘅呢度，一定要攞走入爬人猫佢话要，嗯，几犀利啊，唔错，好咁我可以继续行啦。13号公路，揾啲人打先，一定要快啲进化地龙。我想睇下最呢个强嘅精灵会点喺呢一个神。哇，41呢六毛虫，乜料啊？六毛虫你都用得着？坦克臭油地面啦、啊，37呢，其实都应该升得几快，可以可多拉。有冇啲最终形态俾我啊？因为我已经成日都捉嗰啲低呢，即系由低升上去嗰啲。初始睇，我想一捉就捉最大只嗰只，如果有就好啦。一嚟就可以知道佢个特性有冇用。啊，化石飞龙，化石飞龙要捉龙级，龙级，好，龙级，之后再翻去睇啦咁。系，系好难捉嗰只，哎，即刻捉到，靓啊！先蚊怕食药50。O K， 护住50应该够做啊。O K， 独自在海滨的女人，游戏额呢隻嘢冰针啊。其实我俾佢黑住，转齿轮，山蛋，冻风。O K， 38你啊六沙，仲差10咧。喂，呢隻乜虾？呢隻虾骨头啦。影子消影子潜水什么技？能源球、能量球先啱呢个。哇，升得几多？佐罗啊又连环腿，哼，想赢我佐罗啊？哇，太过劣啦，想赢我佐罗啊？我哋佐罗啊劲嘢嘅，破壳、甜气、能量球、能量球，真系犀利，识破。诶、欸，潮船哦，船魔技唔要啦呢招。好三多多兵，连环腿，哎呀，真系可惜。龙龙岩，哼，睇少个龙龙岩啊！一招龙之路啊！我龙龙岩龙之路可以玩到去后期，其实40攻唔错。睇下呢一个，睇下佢会唔会识到地震或者岩石技啊？如果可以嘅话，一路带到后面啊！龙之路40攻。喺呢度啊！我都唔记得条路点行。呢、這个好似要打啊！呢、這个要打。阿里多斯骨头，骨头，阿帕蛇骨头。好，38。P
PP 最大剂，双头龙系巨力冰针，冰针，咪未死喎佢，捉咗先，捉，哇咁都捉唔到，走走先，龙龙岩，一只俾人打死咗，哦搞掂啦，捉多一只嘢啦，啊呢度啊，应该系啦，得呢条未开，我又嚟转转，哎龙系 good 啊，冰针。吉佢，哇！吉佢，哇！一招冰针针死佢，唉，我都中毒死咗。咁样用佐罗亚克啦，啊唔得，佐罗亚克再战场呢只龙之波动，扣劲少龙之波动。咁用呢招会好啲，黑夜诅咒会多啲嘅。搞掂，佢只烈焰六杀劲少技，因为佢用翻佢原本应该有嘅技，所以冇乜技。咩嘅呢个？呢个乜水？力量速大喎，力量速大系练努力值噶。呢度有一送暗号。哦，呢度咪要斩树啊？要斩树呢个行？斩树我冇咧，啊有。哇，佐罗亚式喎，咁俾佢啦，唯有俾住佢先啦吓，之后再谂办法帮佢忘记佢啦。哦，呢只点搞啊？哦，咩啊？一开变咗艾就试啊，大佬！哇，低能呀！点打呢度？一开变艾就试，黑夜诅咒！哇，哇，佢一下扣咁多，佢自己个反伤，看穿，普通精灵球啊！哇，点捉啊呢只啊？黐线啊！双刃头锤，喂佢就死咯，俾佢撞到自己就死啦佢，喂俾我捉啊唔该，捉，唔好啊唔好冚死自己，唔好做傻事 ，OK， 唔好啊，你冇咁难，啊就死啦佢真系，啊，算啦，佢死啊你。哦，49咧进化，原来呢只嘢，原来揸呢嘢进化，诶、进大最大齿轮啊！哇，喐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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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咗咯！哦，呢只系咩特性？好紧张啊！噔噔，储电会回复，嗯，都 OK 嘅，我谂吓、啊，好似 OK 啊，我非常好似讲喺你前面啊，哦，冇问快走、啊。佢有啲嘢话俾我听啊！阿家加我嚟啦，有大嘅道具，巨大道具啦！有一瞬间咧，零下50度嘅嘢嘅喎，呢个系切连同我讲嘅。好，好似系咧由天上咧落嚟嘅巨大陨石撞击地面形成啊！嗰个陨石上面咧潜伏住可怕嘅精灵啊！每当夜色出嚟就会食人嘅嗰只精灵，起咗围墙，呢个就系传说啊！好 ，OK， 走啦呢度，雷希拉冇啊！讲下呢个龙嘅传说咧，呢度就系相同嘅嘢，夜晚出现嘅故事好长，可以问下夏卡、哦，又系要打夏卡啦。夏卡其实如果佢唔系龙属性，应该都唔使惊嘅，系啦。夏卡，嗯，储电其实都 OK 嘅，喺、哎、MK 仔、哦，好，等你指团啊。了解文明嘅人类好难舍弃佢，当然啦，自然同埋文明都好紧要。如果咧等地子团统治咗世界会点？人咧将会舍弃精灵球呢个文化，我好想睇下呢个未来，好期待。收声啦！你只要咧从我身上抢走嘅精灵话俾我得啦。哦，好啊，又要打架系嘛？佢唔知咩精灵咧有。哇，变咗鳄鱼佢。呢度嘅话又梗系用，哇用咩都死咗呢度吓。出齿轮先。点月火旋涡，喷火，喷火，好 ，OK， 我哋齿轮怪已经变咗最强啦，我觉得，哇，班吉拉冇咗风沙，我完全唔知班吉拉会系点嘅样，哇，佢又变咗咩系啊？佢变咗恶系喎，条友，每次都唔同，即系几难打喎，突然之间唔知变咗咩系，上次明明火系，下一次就即刻变咗水系嗰啲，黑住我，有冇呢个机会？有冇呢个可能性？应该有啊。
勾到呢个嘅卫欧大一齐战斗过，呢班友搞咩噶？呢个训练师咧令我想起咧两年前，但系而家终于咧系揾到嗰个啦。可能正如科学家所讲喺双龙时，呢两个下次同你玩啊。打阵，你要追佢，我唔追啦，冇时间。然之后我要买精灵球，我要买对马嘅高速球，啲乜鬼嘢？啊，冇嗰只买，唔紧要啊。呢个系咩买啊？防卫卷，虫的抵抗，飞弹针。哇，70,000蚊黐孖筋，好，哇，比加超、啊，正，哇，大晴天，用啲咁嘅技，阿利多斯，骨头，骨头，骨头，靓波啊，哇，应该好快又可以升到利亚六杀，芝麻六杀，啊，系六啊，利亚六杀先啱，嗯，夹，又系夹身，房房班。连环踢，但系冇啊，能量球。喂啊，呢度就龙之路啦。哎呀，俾人打死咗。唔紧要啊，齿轮、骨头、喷火，好嘞。呢啲系咪打只蘑菇啊？又，咦，唔系打蘑菇，居然两只精灵球，居然两个精灵球，居然唔系打蘑菇。诶，呢个边度啊？嗰啲个桥啊？喂，等先，等你好耐，你1000个啊！你咧同已经999连胜过我比试嘅。喂，你999连胜系点样攞翻嚟噶？独角虫玩我就话自由落体，真系阴公要我啦！哇，顶行路草，你究竟点样攞到999连胜啊？必杀门啊，系咪就系靠呢啲招式啊？哦，仲会喺呢1000连击嘅延续，唔会同我打佢话，唉，真系可惜。居然唔同我打，我继续向左行啊！好，呢度好似有啲神兽，我记得呢度都有隻神兽会出嚟。好，地蔓岩骨头，骨头，靓波啊！41啦，再打向日葵冰针，花椰菜冰针，椰菜花。好，诶、欸，系啊，呢度有隻神兽出嚟啦又。好，咁我唔同佢打呢只，打系冇意思。我要买个高速球，睇下系咪叫高速球咧，定速度球啊、先制球啊，唔记得啦，先机球啊，艾利斯、啊、挑战爷爷。相同事嘅道馆咧，首领夏卡就我爷爷，不过我同佢咧冇血缘关系啊。道馆喺嗰度啦，去九号道路先、啊。九号道路边度？九号道路啊？好，九号呢度啊？我喺九度咯，揾嘢打先。最紧要就揾嘢打，升咗我只嘅利亚六沙先。呢度就骨头啊！哇，2000经，正爽歪歪，爆响口。哎，用错技，骨头防御指令嗰条大蚀背，大蚀背冇个冰针，我完全唔知道有咩咁劲。不过都可能劲嘅骨头啊，又漂浮啊，走啦咁，唔同你打。嗯，呢隻嘢冰针，冰针，真一下咁啊，捉咗啦，捉咗，得一滴你都唔够胆入，咁你都唔入去，呢、這个打咗，呢、這个未打，啱啦，就系要同啲友打三头龙，哇！三头龙下载啊，下载几劲哦，至少有可能一出场已经加特工哦。好，哇，远古歌声，哇，咁鬼劲，齿轮、岩崩、岩崩，好搞掂啊，系几犀利啊只三头龙，如果下载嘅话，之前佢系咩特性啊？已经唔记得啦，佢之前系咩特性，已经忘记咗，好。打呢两条友啊，好啊，睇下边个赢。小卡比呢度就梗系用冰针打比比鸟，呢度就用连环踢打小卡比。哇，扣得咁少，好杀咗。OK， 高级球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咩地方嚟噶？试验紧咧，到底可以企几多个人咯、啊？唔可以再行前去。呢度唔行得啊，咁即系入呢度啦，系嘛？
呢度系买嘢，我记得系咪有精灵球码？我记得呢度都有食同挡路。哦，系有精灵球码。最紧要就买咩呢？快速球呢个一定要买，呢个球系最屈机，我觉得。同埋时间球呢两个系最强，我觉得。系啦，冇乜嘢系捉唔到。之后有咗呢两个球之后，太劲啦呢两个。之后走得啦，系嘛？之后要去边呢？呢、這个啊，唔觉得喎、啊，即系唔系呢度啦，系嘛？呃我系嘛？道具喺边度啊？呢、這个好收下美美之水，咁大个石像啊，系龙属性，本系之后冰系，哦，系咪真系龙系啊？我唔信啊！边位呢、這个超人木？诶、欸，唔通真系龙系？定系地面系啊？喂，点样上啊呢个？哦 ，OK， 好，呢度系揿左右啊，揿呢、這个，哦啱啦，打攻击就系一切，真系龙系冰针，好龙系得，哇佢都有冰针，啊唔系佢模仿我，模仿我用冰针嘅呢条，两球，两球。能量球，甲壳岩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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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度开翻个咩先？有三隻精灵，佢话，但我要翻去回血先，唔好意思，我要回血。嗯，虽然我有冰技啊，虽然我有招冰针，其实有冰针都几劲噶啦，呢一列阿绿沙，但系唔知开唔开到好多下咧。好，打呢条先，防御就系一切，你个防御一切都几犀利啊，冰针。我靠，射得两下，射多啲啊，大佬！冰波三下，超音波都系用冰技啊，基本上全部都用冰技噶咯。好，一定有三隻精灵佢话上，呢度就左，好，三打三，呜、哦，三隻低，哇，旱灾一出嚟就停天哦，冰针，靓波。如果最后系连锁就屈机啦，李亚洛沙减速度，电池浮油，走一走先，转一转其他，岩崩，好，岩崩，诶、哎、喷火添用咗，唔紧要，照用，因为而家太阳状态，好搞掂，沙巴咧佐罗瓦克，打埋右手边嗰、那个。嗯，超音波再嚟冰针啦呢度，诶、欸、三打三啊呢、這个，我仲系车轮战添。如果唔系车轮战嘅话，咁就要用格斗打咯，格斗打苦啊！呢度就喷火啦，哎呀咁都杀唔死，哇热风最烦嘅全体技，热风都算喷火，哎呀杀！静，诶、欸，搞掂，冰针冰针，靓波44啦，去向下卡挑战啦，我向大哥向大佬挑战，而家要，你嚟咗啊！我系双龙市嘅道馆啊，首领下卡作为市长咧，尽力发展城市，作为发电市咧，无止境咁咧追求强大，而而家追求嘅咧系可以带嚟光明未来嘅后生训练师，你可以咧从呢个艾利斯一样咧俾我见到未来吗？啊、之后就系艾利斯嘅呢一个嘅管主，啊唔系应该系天王，佢直头系冠军。呢、這个要用龙技打、啊，直头呢只先冥想，哇冥想，岩崩，岩崩，一用岩崩屈佢要，岩崩超高级药水，岩崩，岩崩，岩崩。岩崩，最后一下超能力，哇靠得劲少，唔紧要，冰针，好彩三马啫，如果唔系肯定死紧，战双虎战龙，冰针，哇龙爪，点解你要啲咁劲嘅技噶？死咯，系咪要卡关呢度？龙波龙，龙波龙都唔系好痛，波都痛嘅，其实打到四分一。不过要打四下先死，
龙之路，哇顶啊！技术啊，技师唔系嘛？双斧战龙咁劲嘅咩？去到呢一个龙啊，去到呢个龙道馆都系龙技，居然有龙技，我都想要龙爪嗰只。睇嚟我要进咗化先啦，我只李亚六沙进咗化先应该可以救佢抽，如果唔系话难啲，难啲抽赢佢。好，48呢阿李亚六沙可以进化啦。究竟系咩重呢？唔系，究竟咩特性呢？迷魂拳都可以学嘅呢招，始终都 OK 嘅呢招。咁唔要自由落体啦，自由落体实冇咁劲。好嚟啦，噔噔飞毛腿，自特哇呢、這个 OK 喎，其实只要我执到毒珠嘅话，咁我已经系万能噶咯。飞毛腿廿六沙 OK 啊，唔错。我去打下卡啦，下卡又打靶仔啊！居然用啲咁嘅屈机技屈我，再上冚死个下卡，好双龙之争，在所难免呢、這个嚟啦，迷魂拳，靓波蛇皮喎，有冥想，骨头回力镖，好靓，双斧战龙呢又难搞啦，龙爪条，先用龙龙岩令到佢状态技中我先。睇机会啦，呢个中唔中啊？唔中唔紧要啊！齿轮怪用岩崩，靓波快过去，点啊？打死你啊！双斧战龙打死你！哇，食药，好啊，无耻嘅家伙啊！呢个超音波用翻你阿六沙，好冰针，靓波，太棒啦！感谢咧与你相遇，同埋同你战斗啊，同其他人联手挑战啊呢个困难。我再次谂起咧精灵对峙嘅意义啦。搞掂第七个道馆徽章，龙尾十字毒，十字毒击啊呢、這个，十字毒击系啊。OK， 好，居然唔系龙爪，如果系龙爪嘅就好啦。我又可以落学招龙爪，喺边啊？去呢度。好上去啦，佢屋企啊呢度好似系嘛。好，创造呢个崭新善灵世界，纯白嘅龙精灵吕希拉姆为我追求呢个理想咧，而创造嘅崭新希望世界，七黑龙啊，至黑罗姆，原本系一只精灵嚟嘅，佢哋点解分开？龙嘅精灵咧帮助双胞胎英雄喺合众咧创造一个新嘅国家，但系咧呢个双胞胎英雄各自为咗追求真实同埋理想，决定咧边一边先系正确，将呢个国家一分为二，开始咗斗争啊！纷争呢个时候咧，龙嘅精灵咧就开始咧分成黑白两只，但系真实嘅理想咧并唔系水火不容嘅。大家推测咧呢、這个时候咧，仲有另一只精灵呢、這个游雷姆啊都诞生啦，证明呢一个观点咧就系我哋一族咧代代相传嘅基因。根据红豆灿博士嘅调查咧，佢同龙螺旋塔咧系来自同一时代嘅成分。我已经保管起嚟啦，系咪真系有咧？已经强大到分成两只精灵啊？咩声？我有隻大船出咗嚟啊！等离子大船啊，呢个系好系嘛？等离子嘅船，哦，班结晒冰啦个城镇。好呢、這个冰嘅世界，用龙尾，做得好啊！双斧战龙啊，做咗啲咩啊？丝毫无损咯、啊，你系 N 城堡嘅，真系冻啊！我呢个战斗咧，过住呢个艰苦嘅生活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就系生命嘅实感，我存在嘅证明。好啊，呢啲咧就等离子团咧用技术制造出嚟嘅特殊兵，除非捉到嗰个家伙，否则呢兵咧系唔会碎，亦都唔会融化。我哋传个话啦，下家殿下交出呢个基因出嚟啦。所以同时咧系连接过去同埋未来嘅城镇，系联系分开咧精灵嘅契啊嗰个字读，最有可能存在嘅地方，以你哋两年前嘅所作所为，你以为我会交俾你哋咩？同我谂嘅一样啦。不过想威胁你一次再冰冻一次但而家用唔到啊，只能咁样啦。虽然咁冻唔系咁方便，真系个唔识讲礼貌嘅人，可唔可以帮手啊？讲出双龙事喎。好 ，OK， 咁我哋今集嚟呢先，下集继续剧情系咪先？拜拜。